油品总酸值与总碱值测定是石化行业的典型应用，经常需要分析大量样品。测定分析面临以下三大挑战：人员安全问题、结果重复性问题、大样品量问题。借助 upmost 奥秘一代机器人样品处理器，可以帮您轻松应对这三大挑战，还能带来更多惊喜。整个分析过程在一个密闭的系统中自动进行，完全无需手动处理有毒有害的溶剂和试剂。每次测定后，系统自动冲洗和平衡测量电极，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和重复性。现在，下一个测定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执行了。upmost 奥秘一代机器人样品处理器可以放置在任意标准尺寸的通风处理进行操作，防止有毒物质挥发。upmost 奥秘一代模块化的设计理念意味着，当进行常规分析时，您可以在另一个工作位处理紧急样品，而不用中断您的常规分析。样品量增加，您只需要简单升级 upmost 奥秘一代机器人样品处理器。使用 L 型 upmost 奥秘一代机器人样品处理器，您可以在完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对多达112个样品进行油品总酸值与总碱值的测定。使用 upmost 奥秘一代机器人样品处理器进行油品总酸值与总碱值测定分析，更安全、更可靠、更强大、更灵活。